昨天呀，非常的幸运啊，快要天黑了，让我找到这个集装箱吧，不是废弃的，是暂时闲置的。昨天这边来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往这边过，然后他们看了一下，也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住了一个晚上。这边现在开太阳了，现在是早上时间的8点多，这边还好，目前还是能扛得住，但是已经有一点闷热了。本来我是想在这个地方再住个一天两天，休息一下，因为我的膝盖已经有点酸痛了。但是啊，这边现在的话已经感觉到有点闷热了，然后到11点、12点到就是11点到3点钟这个阶段啊，这边热的肯定会扛不住的，就你必须要在这种房子里面一直扇那个风扇或者是空调才能扛得住啊，这个地方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我现在先起来吧，先收拾一下，接着往前面走吧。前面最近的一个镇子的话是30多公里吧，这边是一个新建的村子，等一下先去村子里面买点吃的，再买点喝的吧。收拾好行李，哎呀，这个刚刚擦脸的放在屁股上，好凉爽啊！湿的。现在这边啊，这个天啊，比我之前刚来内蒙古的时候，确实要热很多很多了，尤其是这3天啊，好像9点多了，对，9点多了。那边我估计早饭是没有了，弄碗水饺啊，什么馄饨之类吃一下也行啊。只要不吹大风就不倒。早饭，好香啊！还有什么早饭吗？哦，那就来馅儿饼吧。老板，我问一下，他这边是一个乡还是一个村子啊？嘎查是个村儿吧，应该是。那怎么比一般的村子还要大呢？就是什么加油站都有的。他这是那啥嘛，国营牧场嘛，哦，牧场是吧？哦，我明白，我明白。但是牧场是牧场嘛，这地方属于一个那个嘎查。嘎查就是村子嘛。对，属于村，但是他这个行政大。他不牧场，牧场级别大。哦，难怪，难怪，难怪。这搁外边儿户外玩几年了？4年了。那都远一点跑哪儿啊？新疆、西藏。哎呀妈，也骑自行车去啊？哎，去了3、4趟了。西藏你动那高原反应，你受不了吗？没事儿，我是慢慢蹬，慢慢推，你不要就是有的时候啊，不要用力过猛就行了。啊，距离运动不行的。对，你要剧烈运动，有的时候就那种有那种憋尿感，尿液喷出来那种感觉，就气喘不上来，你的尿就想喷出来了，那种感觉是有的。那你去那边海拔最高多少？5000多。5000多。我在5000多睡觉都没问题。啊，再高也不行，人受不了。5200，好像是最高是5200，是再高我可能吃不消了。吃不消了。吃不消。他那边好像最高是5600。达到5600啊，对。那当地人受不了是吧？当地人其实他们也是喘，也喘。也喘，但是习惯了，他们都习惯。我问过他们难不难受，他们说习惯了。他们来我们内地那边，反正他们说自己不适应了。来内地那个哪就不适应了。对，那边他们习惯了，这个麻烦人真不好。有人就是说你上我家住吧，没有，不敢住，不是不敢住，是不想麻烦人家。前几天就有一个人叫我去他家住，下雨了嘛，他看我挺可怜一样的，什么，我说不用，我就喜欢这样的，你不要看我可怜，什么，不去住。其实吧，现在人虽然是那个哪了，但是农村人还是朴实的，农村人还挺。哎。买了一件水，还有2个梨。
把它装到那个瓶子里面去。它这个是你单买的话是1块钱一瓶，这个的话是9块钱12瓶，划算多了。现在是大瓶子不足了，幸好我留了这两个大瓶子。这下麻烦了，手套剩下一只了，找不到了。哇，真的不见了，就放在这儿了，奇怪了。现在只能把这个剪掉。直播呢吗？拍视频，很少直播。哦。家是哪的？浙江的。浙江的。哎。寄过来的。哎。那睡觉这么远、啊、我昨天不睡在那个棚子那边吗？那个铁垃圾堆旁边那个铁棚哦，那边没人，不住旅店呗。很少住。骑了多少天到这的呀？将近3个月了，过完年就出来了。那你目的地是哪儿啊？暂时去漠河。你玩抖音还是快手？抖音。他们想搜你。好嘞，谢谢啊。你还有快手吗？老叶的骑行日记。嗯、老叶的骑行日记，你们来搜。暂时能用，现在在网上再下单吧。嘿，也能用啊。能用啊，这下可以畅饮了吧？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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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呢。好，现在出发。奇怪了，我说我这手套会去哪里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脱下来一下呀，饭店去找过了也没有。没事，我现在已经在网上又买了一双，就是可能需要5天到1个星期左右才能穿，有点慢，先用这个将就着吧。原来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牧场啊，难怪啊，有点像苏木一样。现在就算是连续30多公里的上坡，我这点水也是带的足够了。12瓶乘以5，多少？6升，将近7升的水了，肯定够了。这种手套它不光光是防晒啊，而且它还有抗磨，你看，就是我这个位置哦，它撑在这边，如果时间久的话，就手掌这边啊，它的皮啊会磨掉，然后你戴上这个手套呢，会好很多很多。这个也是有用的。当我从漠河回来的时候，相信啊，就这边全部都绿了。不像现在还有一点点枯黄枯黄的，这些庄稼也没长起来，再过2个月吧，肯定都是遍地的现牛羊了。风吹草地现牛羊。今天的第一个坡争取登上去啊，第二个就推吧。连续登了2个坡上来啊、哦、第3个坡实在是骑不动了，呵呵，这个很长啊。这边啊、哦、
前面红色房子那边啊，也是一个牧区啊，这边是一个水库啊，水量呢不是特别足，但是这边绿色的植被比较多啊。车子先停在这边，把昨天吃剩的这个半个瓜给吃掉，如果再不吃的话，这么热肯定就坏掉了，有可能已经坏掉了。树荫下面凉快一下。休息了20分钟哦，有点不想走了。这个地方待得太舒服了，阴凉阴凉的。他们内蒙古这边啊，基本上家家户户可能几十亩的都是少的，一般来说都是几百亩的，多的那些呢，一个人有几千亩地啊。你看，这个在我们内地那边是不敢说的，尤其是在我们浙江那边，因为我们浙江那边是很少很少的地啊，基本上都是山川。他们这边还有这种种植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机械化的，一个人可以干几十亩几百亩地，就靠这个机械。你看，先把地犁一下，然后机器播种，机器打药，机器收割。你看，我们浙江啊是7分的山，2分的地，1分的田，所以呢这个田呢是比较珍贵的。在我们那边啊，租一亩地啊，就好比我们宁海那边啊，就是长街镇啊，这样一亩地啊是1000多块钱。以前的话，我记得以前好像也就100-200块钱一亩啊，反正现在就一亩地是1000多块钱。这边啊，可能一亩地就几十块钱吧，可能啊。我不确定啊，我没问过，也有可能100-200块钱一亩应该有吧。而且啊，这边它种植的那个产量啊，没有太高，因为这边就没有那种像黑龙江那边那种黑土地一样的那个种出来的肥沃，可能它的产量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这风景你看，而且那边还有一条河，你看前面还有一条河。前面开始就要爬坡了，你看啊，原来那个是爬坡那边的，很陡很陡啊。那个人好像在抓鱼，这边的鱼啊肯定是非常鲜美的，你看这个水质多好啊。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人的，建成之后你看那边房子上面都长草了。我去看一下，主要是这边信号不好，电信没有信号，移动也只有3格，视频都传不了。我先到那个上面去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就早一点录影了，主要是我的膝盖已经有一点点的酸起来了，这几天爬坡挺累的。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哦，好像确实没人。
但是这个里面它非常的好啊，你看像是在有营业一样，卖咖啡卖茶水之类的，你看还有那个风扇茶叶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在这边，你看就在那个木屋下面啊，会挡风，录音一个晚上应该问题不大。我在这边坐一会儿吧，看看有没有管理这边的人会来啊什么的。那个下面啊，就我手指的那个地方，就那个桥那边啊，下面一点点，它还有那种专门露营的那个木板，帐篷可以搭在那个森林里面啊。反正我现在带的水啊什么完全足够，完全可以在这边早早的露营休息一下也好，就当是今天搬了个家啊。你看那个下面有那个坐可以坐的，那边那个倒了都没有人扶，说明确实暂时没有人。确实啊，我觉得骑行啊，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长途骑行啊，不应该每天在赶路推车，遇到这样好的确实适当的该休息就休息吧。哇，太棒了。然后这个地方啊，它等到太阳下山之后啊，拍那个日出啊，肯定会非常漂亮的。谁呀这么浪费水，还有这么多，你看我也带了一点水过来。凳子不会倒吧？哇，太舒服了。不走了不走了，真不走了。你看这个地方信号就变四格了，上面的话就是五格，但是能传得动就让它慢慢传吧。哎呀，就是需要这样嘛。重要的是我还有一点点，还有半瓶的咖啡啊。哇，太舒服了。不行啊，在这个地方坐着是舒服啊，但是没信号啊，传不上。在上面的话稍微还能传了一点。突然来了好多的游客哦，那个山上也是可以开上去的车子，好像是沿着山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木板搭建的，可以在这边露营了，挺好的。就是信号很不理想啊，我得找一个有信号的地方去把视频给传了。刚刚后面的是本地的，他告诉我你再往前面走的话信号就更差了，20公里左右吧都是没有什么信号的。这边刚刚还是有信号，现在已经没信号了，完蛋了，视频传不了了，看来今天在这录音不了了。传了好像有40分钟吧，才传了3%，那肯定不行，既费电又浪费时间，我接着往前面走吧，大不了我就今天到前面那个什么镇子那边去了，还有20多公里啊，哪怕是连续20多公里上坡吧。这个地方信号很好，没一会儿功夫就传了10%几了。这个地方啊，信号真的是超赞啊！我才传了一会儿功夫，差不多已经传好了，再传一会儿吧，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危险啊！你看，上面有车下来，这边呢也有车上来，确实有点危险。哇，好像这个真的有点扛不住了，风太大了。我还想在这擦一下马膏呢。正好啊，擦一点这个马膏啊，
我好像记得我是在河北还是山东的时候又擦了一次，之后就没有怎么痛了。好像那一次是就是时间挺久的，一般来说我都是痛起来我才会擦一下。擦一下还是能管几天的，反正这一次是最久的。希望我现在再擦一下吧，然后今天晚上再休息一晚上，明天起来就不会怎么痛了吧。我这个脚以前十几岁小的时候就这里动过手术的，里面长了一个米粒儿。还有腰间盘这边啊，也稍微的擦一点。下午的6点多了，我呢帐篷已经搭好了，在这个地方做饭。这边刚刚来了一个人，我以为是管理这边的，就是在这边转来转去，停了一下又开，吓我一跳，他什么都没说。先做饭吧，假如说真的这边的主人来了，就或者是管理这边的，好好跟人家说，就说我就住一个晚上就行了，明天就走。我都不确定啊，我这些东西它有没有坏掉啊？如果坏掉的话，那我只能换其他的了。这个是香干，好像是有点鼓起来了。这个是绿豆芽、黄豆芽，应该没坏。没有坏。这个是藕片，希望这个也没坏。这个豆干好像有点味道了。我居然还有一罐午餐肉，太棒了。这个味道确实是坏的，越闻越不对劲，还待了这么多天。来点油，多来点油，然后把这个蒜啊给它爆香一下。哇，油温过高，再把这个午餐肉给它油过一下，然后再加点这个豆瓣酱，然后呢加入这个藕片和这个豆芽。这个豆芽说实话确实有一股股味道，这个豆芽然后再来点料酒，再点胡椒粉，再来点十三香，再来点酱油，烧烤粉，再来点紫兰粉，再来点盐，味精。今天开饭有点早啊，6点多，不过也快要7点多了。一个菜有点单调啊，再来点我老家的那个萝卜干。我现在说实话我想减轻重量了，就是目前要把这些消耗品啊给消耗掉一点，2包吧。再来这个脆的榨菜心啊，倒在一块吧。
这个黄豆芽确实不能买了，有一股味道，感觉就像很久很久时间一样放了。它这个保质期只有四天哦，看来今天还是得吃这个了。今天早饭吃了点饼啊，然后又打包了一点，那家味道还可以，它那个猪肉大葱的那个味道还行，我又打包了两个，还要了一个其他的。嗯，就是冷的和热的味道没法比，差好多。嗯，这个藕片还行。感觉这个豆芽有点齁人，就是那种味。坏了又没有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味道就是怪怪的。刚刚擦了点那个药膏，很明显就再加上这么几个小时休息啊，不是特别痛啊，本身就只有一点点的酸痛啊，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那应该是我再睡一个晚上，明天就更好了。吃好饭，现在是晚上时间的7点多了。我呢准备就收拾一下锅碗瓢盆，然后等一下就准备进帐篷剪辑视频了。今天呢总算是可以稍微早一点的休息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见。